选购，你的那个又来出动。前提是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的。对，他的口味是这个好吃。多少钱这个不知道？什么？不懂多少钱，很少不了。因为我就看到很少。我觉得。加工。加工。他不收钱了，还没有给的。知道还没有给的。真的是淡淡的咯，重口味的人。平时喝的是咸咸甜甜的嘛，嗯，这个很淡，很健康啊，健康。可能淡淡那个有放加工，好吃一点点，多一点料，有加工的味道，这个椰糖的味道又没有，椰糖味道又没有，椰子的味道又没有。真的是很马来西亚的玛莎，不过它的这个是闽江那种很比较特别，平时我们吃的是有点透明的，没有透明的，它是白白的。我们是透明的嘛？Oh.
是很 pure 的那个。我们的鸡，坐稻田旁边。哪一个？普瑞啊？我这样子来分呢、啊。泄气。三色漆，这漆是一个是 chocolate， 我用这边，啊，叉子都不给啊，用手吃、啊。应该给你了吗？你猜？用手吃，一个叉不了我。要，这个给我，哎，你不要怕我。嗯，等等啊。把一半给我这边。嗯。还是你两个的。可以这样子吧。